开始，开始。水嘞？用水喝的。50个丝摞起来，完全就没摞一样。挣钱了。这个加工完了，还有一个精加工哈。对，全都加工了。哦，看起来那么快。这个加完了，你要降个10个丝、20个丝的样子。嗯。但它光不上，我都是弄的一个同一个平面。快的，这个曲面光完的话，对到2分钟。2分钟不到。Over。1分50秒。5号来了，马上。后面你看我拍这个视频啊，我这个镜头跟不上那个机器，很慢的半拍。哇塞，这效果！你吃东西？知道知道，它在光那个脚，因为我走的刀路是没有走负数，所以它连不起来那个脚那里。要刀的话要走个-2个毫米，要再深度再深2个毫米就可以。我的吃刀深度是跟曲面是一样的。降了曲面的啊，降了0.1，0.1啊，
刚才那个是两分钟三十个词，乘以六倍，这十分钟啊，我学的是二十分钟。人家老外拍视频应该也这么拍的，隔着个玻璃拍的，不知道了，应该是，你看他很清楚的。不知道能不能达到镜面效果，那挺牛逼的。打算把这个机头改一下，这个钣金太响了，等这两台机卖了重新设计一下。喂，哎叔，在哪里呢？在这拍视频。哦，机器视频啊。啊？啊？没有啊，不去啊。他们晚上有可能去，人家放了。上次搞的那个深圳金雕那边，那就看错了，跟我们的是不一样，是不一样，是他把那个五毫米那个转弯速度搞九千，他最高速度也是九千，九千就九米。把转角了吗？起来了，再加点这时间，拉长了。他走转角很快，一下就过来了，就跟金雕、北京金雕一样的。你们看他，看他走那个小山段，记得整个板子在抖。这样如果他妈走尖搭，不容易断。太快了，我觉得。要不雕到一半就不雕了，波比，要不这个雕到一半就不雕了？可以啊，一半是粗光，一半是精光嘛。啊，拿对比一下啊。那有一半呢，差一点。波比，给你露个脸了。就这样子了。